热腾腾的菜肴一端上桌，让人垂涎三尺。又到尾牙旺季，各公司团体为了答谢员工整年的辛劳，都会筹办尾牙春酒活动。为了让所有人吃得安心，食药处特别规划尾牙春酒专区，让公司查询合格餐饮业者。那这个专区其实你可以看到餐厅的最新稽查结果，近三个月的稽查结果，合格还是不合格，那不合格又是哪些缺失相片，基本上都用图片的方式让民众还有媒体可以一目了然。网站上刊登包括大台北地区224家餐饮业者卫生的稽查结果，让民众掌握业者的食品安全卫生，也可以找到心满意足的餐厅。每一家餐厅的桌菜价格都不一样，要个别去谈。那这部分其实我们有跟消保官沟通和联络，按照消保法，其实他可以做公布。那要每个店家都去建置网页，其实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做到。那我们有跟店家辅导，有些是合格的厂商，我们希望也帮他做一些，就是说做一些正向的回馈啦。特别的是，民众还可以在官网上直接看到各专案内容的价位与菜色，让资讯完全透明化，方便民众也能够挑选符合预算的餐厅，享受美食。台北大台北数位新闻曹德华采访报道。